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93集，给各位讲个床边故事啊啊啊！因为现在准备睡觉了啊，现在晚上11点多。那么在今天休息之前的话呢，跟大家聊聊玩具啊。那因为这款玩具很简单，可以快速的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。乐色星人，它是属于传承系列里头原创的人物吧。在过去的变形金刚相关作品里头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出现。那么他的形象的话呢，会让人第一个想到这个。以我是一个喜欢领袖之政的人，会把他跟这个 Bokeh 联想在一起。这宽宽厚厚的下巴，还戴了个红色的墨镜啊，一看就是非常憨厚型的角色。可惜啊，头部的话呢，就只能转动啊，然后没有嘴巴张开的一个装置。拳头的话呢，你看到这个地方。它的附带了一个类似于是一个龙头的一个武器，其实它是可以握在这里，那感觉就好像拳头变成了这个是咬碎机一样的感觉。那如果说你把它握在其他地方或扣在其他地方的话呢，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感觉，它的嘴巴张开，其实很空了啊，就是一个空壳子而已。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这个头的话，你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拔掉啊，就换上这个。OK， 它就变成一个这个头在上面了啊，那只是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。那这个头的话呢，我们就再次的把它给扣回去。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，就是它这个胸口两侧这个部件啊，蛮容易松开的。你稍微手这样转一下、掰一下，你看就开了啊，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啊，非常非常的把玩起来稍微有点点不爽。二头肌可以转动，拳头也可以转，腰身也可以转动啊。那这个裙甲可以动，后方的话呢，一块很大的这个屁帘啊，基本上呢没有得可以固定，脚前后侧踢啊，这个脚踝的这个接地也是有的啊，接地可能是它全身上下最紧的关节了啊。各位应该也可以透过画面去感受到这款玩具其实，感觉是稍微有点松的啊，虽然说不到很松很松，但是确实把玩起来的，这个手感的话呢是稍稍的有点欠佳啊。那这个武器扣在哪的话呢，就随你个人的喜好。扣在后面的话呢，你如果扣在侧边，也是可以的，摆一个侧边一点的角度，好像后面有一个什么巨大的兵器，反正是乐色星人嘛啊，身上挂着各种奇怪的东西也是合理的。跟其他的，现在推出两个伙伴相比，其他的身高呢没有高多少啊，没有高多少，宽胖壮倒是有啊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。它那个变形过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我觉得是挺好玩的了啊。这个头的话呢，往下压下去啊，初次压的时候呢，是很需要很大的力气的。从这个地方，我建议是两手一起压，推下去是比较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紧实啊，背包就扣上来，然后这个手臂推进去到这个部分呢转出来到这里，卡扣扣上。然后呢，这个部件转到朝外侧，那内部对应边就是相同的组合变形方式了啊。推进去到这里，然后转出来到这边，扣上，然后呢两手做一个简单的组合，非常非常简单的组合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裙甲打开一下下，腰身旋转180度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一个部件推进来到这里，这里呢直接往上扣上去。好，然后呢脚掌。推进去，两腿打直，往后面扣上来，到这里，扣上来之后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手臂啊，这里有个灰色，脚底板有一个承接它的一个浅咖啡色的凹，我们把它给扣上去，这样子扣上啊，它的变形是真的是比较简单的，这个2、3下5除2就把它变完了啊。然后这个最后的这个侧边这个裙甲扣过来，这里一样凸根凹扣上，好，这里扣上。这里松脱开没事，把它往上一压就行了。那这个杆子的话呢，是前还是后啊？这个看你个人的喜好吧。我觉得好像都可以，你要怎么放，那放这样也行。滚动性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啊，随便掰一下也行。而且它变形成车辆之后，其实重量是有一点沉的，所以它的轮子的话呢，就有更好的一个推的一个力气。那么呢，它的这个部件扣上去的话呢，是两个拳头去握住这两个凸。然后就把它给扣上去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就是稍微要调整一下，然后让它的这个拳头的话呢，能够刚好握住我们的武器，你要调一下。好，扣上去了啊，这样一来，它的一个后方这个部分组合在后面，我觉得是很妙的啊。这个设计，这个武器的外挂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完全可以。这两个烟囱的话是摆这样子吧。好，那很有重量感的造型，有一个锁链的刻画。
那我就不示范它拆开再组合之后的其他那个模式了，这个各位网络上去看就行了。啊，单纯这样子玩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特别是它的载具，啊，这个很疗愈啊，非常棒。那作为乐色新人的话呢，你把它跟其他的几个伙伴啊放在一起的话呢，你会更加的觉得说，哇，比例虽然完全不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样子啊。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配色的，就一整个是一个队伍的感觉。OK，那个人是比较推荐啊，我很喜欢这个玩具啊，但是可能你们会觉得太简单，或者是说目前还是价格还是没有到很漂亮。未来如果有特价的话呢，这个很疗愈的一个玩具，然后比较推荐大家可以买回家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